跳舞啊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大家觉得刚才的舞蹈怎么样？就是我觉得有 solo， 有地板舞。你教一下你刚刚的哈萨克舞蹈。哈萨克舞蹈吗？你好。专业。哇！哇！哇！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。哇！好漂亮。哇！哇！哇！嗯，好吗？太正太正太正！那欢迎各位少年来到创意百分百高能水上汉语大战，欢迎各位！哇，水上汉语大战，短语接龙比拼。每组派出两人出战，当指定一个少年说出短语后，后面的少年依次进行接龙，下一个词的字头需要接上一个短语的字尾，接龙的字数不限，内容不限，可以是同音字，接龙方向为左右来回，每人有五秒答题时间，如果说出的词语不存在就会被淘汰，每淘汰一人规则就会改变。好的，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这个特权版登场啊。特权版是什么东西？特传板，六位少年要到我这里来抽取一瓶倡议，你们要根据抽到的数字到倡议特权板上摘下对应数字的一个卡片，卡片背面呢是本轮获得的特权的一个内容。现在有请每个队派两位少年过来抽取这个特权的瓶子，我们两个，然后看一下自己瓶底的数字，一号，二号，三号，四五，哎，四五六。看到一号特权里面是什么？后面反弹，一次调转接龙方向的机会。第二个，噔噔，一次免答直接过的机会。哦，哇，大陆你这个可以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对，太适合了。三，指定任意一名少年替自己回，大家要记住自己的特权是什么，不要到时候忘了。求助现场队友。我们这再来一瓶是什么意思？直接拿一瓶。就没有任何特权，没有特权。查字典，我20年没查过字典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轮的比赛啊！加油！龙队加油！三个字的词或者短语，从杨子开始。我可爱，爱死你，爱死你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嗯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没完了，我也没完了，不可以重复。戴娜，戴娜，你很帅，帅死了。拉拉，五四三。二一，戴娜淘汰。哦，下去了，下面上上这边又下雪了，一个
啊？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戴娜刚才是已经被淘汰了，那么根据这个从右往左的顺序，现在应该是 Philip 先开头。那么现在我们的规则是 Philip 先说一个两个字的词语，两个字的词语。我累，累我，累我，这个不是一个词语。桃花淘汰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，女孩子。哎，我，大家不要抱侥幸心理啊，逃不掉的。王大陆来开头，说一个三个字的词语。你是猪。不逃生。3块钱。钱不够。够了吧？八在哪儿？八和八不是一个音。Philip 淘汰。从张一山开始，四个字，栩栩如生。生命有限。饭团。六位少年要到我这里来抽取一瓶倡议。反弹。反弹。反弹。一次调转接龙方向的机会。反弹。不对、啊，这不是词语，这不是一个短语，王大陆淘汰。好执着呀！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别来了，别来了，不下来了，哥。刚才杨子反弹了，所以说现在是张一山开头，五个字的词语，加油！高能少年团。刚好遇见你，刚好遇见你，你长得好丑，好丑，丑的不是我，我长得很美。很想你，很想你，每天很想你。你最近好吗？妈妈，我爱你。你长得很帅。帅气用你说，帅气用你说。我就是可爱。
什么玩意儿？我说帅气，用你说你来，我就是可爱。说说，杨子，说说什么？说不出口呀！你说完了刚才。哎，啥子？我赢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长得漂亮。队长有你真好，来，耶！必须要喝个畅意百分百了，刚刚落水实在太累了。战神，好喝，畅快，干杯！嗯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这一轮的比拼。Migo 来开头，说一个三个字的词语。妈妈拿。那是哪儿？那和呢不是一个音。董力淘汰。哇哇哇！不是。亲子先说两个字的词语。个体。踢球。个体和踢球的踢不是一个音。王俊熙淘汰。那现在是从菲利普开始往米兰那边传三个字的词语或短语。那你来。来吃饭。饭好吃。吃川菜。菜好吃。嗯。五。吃烧烤。烤肉好。烤肉好。好简单。嗯，单独来。来成都，来成都。都是好。哎呀，讲错了，讲错了。Migo 淘汰。四个字从亲子开始。天气真好。好好学习。喜气洋洋。喜和喜不是一个音。米兰淘汰。米兰淘汰。妈妈妈妈，我还活着，我活着呢。现在我们是终极 PK 啊，五个字。要吃。来成都。都是在这儿，都是在这儿。四个字。有儿在这儿，儿在这儿。他说的是。嗯。指定。五。指定。三号。不太适合。三。指定任意一名少年 T 字就会。五。指定。Philip， 你继续说儿。指定。儿子在哪儿？儿子在哪儿？还是儿，还是儿，还是儿，还是儿。I'm sorry。儿子，大陆。怎么你在骂我的感觉啊？路上小心一点。点点怪可爱。爱上了成都。不是。人好多。多说一点好听。哎，还行哎，你别看了啊，蛮厉害的。听说我最瘦，瘦那，瘦那肯定吗？这不是一个通顺的句子。Philip 淘汰。最最终极的 PK 的环节，亲子和依山，石头剪子布决定谁来开始说。菜，丁，靠。亲子先说五个字的词语。这就是最棒。
棒棒鸡好吃。吃了你就胖，胖了我还吃，胖了我还吃。吃了我就瘦，瘦了我还吃。吃啥最减肥？肥了我还吃，还吃。好，啥对美容？容易就好说，说了别白说，说了就白说。说了就白说，都对。对了，接着说。对了，接着说。说啥呢，依山？山中无老虎。无虎最可爱。爱我还是他？爱他比你更帅。帅哥，帅哥，你爱吗？妈妈就是好。好妈妈真多。多的，嗯，吃不完。完了，接着吃。吃啥？吃啥？啥？我都行。嗯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一。耶！张一山淘汰。行，行是什么？行是什么？行。行行行行行行最终的这一轮的冠军啊。